我知道她住在哪儿，你去找找试试吧，也许她还住在那儿呢。 你好，请问您是要租房吗？我想问您一下，江林毅先生是不是住在这儿啊？他住我这儿很长时间了，不过两个月前就搬走了，房子现在还空着呢。搬走了？那您能不能帮我找一下他呀？我现在有个病人，急需要他帮忙。不知道，哎，你打他手机呀？我打了他手机，关机，我找不到他。我想起来了，我的这租房合同上有他的身份证复印件。 你可以到他的户籍所在地去找，我记得离这不太远。好好，那麻烦你给我一下好吗？行，你等着啊。哎，谢谢。受到事故影响，正在及时补办。事故目前呢，刚刚清理完，并交通正常。事故还有多久啊？还得有一段时间吧。这里比较偏僻，我不太熟。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我找到你之前租的那个房子，你的房东把你身份证复印件给我了。你可真行啊！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坐吧。 梅大师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你回来帮帮他吧。不，我不能回去。他现在跟黄叔朗夫妻恩爱，和和美美的。他们一家三代人其乐融融。我现在是一个多余的人。江叔叔，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听说的这些，你误会了。黄叔朗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，他要抢紫梅大师的正道馆。梅大师遇到危险，难道你不担心吗？ 江叔叔，你前两天还说他的名字来着。我说谁来着呀？江叔叔，妈，你再好好想想。超英，你好吗？超英。 得那种病的，咱不怕，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。我们俩就去旅游。超英，你现在把什么事都放下，跟我出去旅游。下辈子。
我是老姜啊，你不认识我了？老姜，你不是老姜。 楼上给梅大师针灸呢，怎么样？不知道。你别太着急了。江老师，江叔叔，怎么样了？给他扎了几针，睡着了。江叔叔，您辛苦了，真的谢谢你了。 没想到他情况这么严重，我应该早点回来的。你也别着急，是这样的，江叔叔，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是按照医生说的，帮他恢复记忆，但是成效一点都没有。现在您回来了就最好了。这些人当中就您最了解的。嗯。他连自己的亲生儿子、亲生闺女都能认错，情况不乐观。 冠姨啊，这段时间你是不是一直在假扮乐宗啊？就是我找到梅大师的时候吧，他不知道怎么着就把我当成乐宗了。完了，我以为他可能叫两天他就恢复记忆，就不会再这么把我当成乐宗。后来小仙就说再这么下去对他的治疗没有什么好处，那我就躲开了。 可是这段时间他不在，梅大师的病情好像更严重了，没有好转。冠姨啊，我觉得呀，你应该继续做乐宗。啊，不，我真做不了。你听我说，我这样做呢，让你很委屈。可是咱们现在也没有别的好的办法，对不对啊？为了梅大师早日康复，你就多担待啊，我们慢慢再想辙。 好不好，杨老板，我知道你一直关注着我们的正道馆。我这次约你出来到这儿来，就是谈我们上次没有谈成的合作。黄先生的意思是，既然杨老板这么喜欢我们正道馆。 我也考虑了好长时间，我可以在价格上做出让步。你只要尽快的过户，现金交易，我可以从2000万降到1500万，不知杨老板意下如何呀？黄先生，此话可当真？此话当真？<笑>我连咱们合作的协议草案我都拟好了，你说我当不当？
这不声不响的都控股56%了。控股权嘛，这是必须的呀。怎么样，杨老板还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。嗯，那好，那我就尽快的起草正式的合同文本，咱们尽快签。好好好，既然黄先生要成人之美，那我也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好，祝合作愉快。好，合作愉快。这两天他倒是不闹了，情绪很稳定，就是老喊你的名字，老想见你。喊之乐宗吧。喂，你好。听我说，赶紧筹钱，要不郑道馆真的被黄鼠老卖了，到时候你们再想买回来都来不及了。啊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别管我说什么，黄鼠老今天去见了一个买家，据说他们俩已经谈得差不多了，正在草拟协议。我能说的只有这么多了，你看着办吧。喂。是谁给我来了一个电话，说黄所长今天见了一个买家，想把正道馆给卖了，让我们赶紧筹钱。那一定是了解黄所长的人，或者是他身边的人。会不会是蒋哥？蒋哥，我前两天跟他谈过一次话，但我没有想到效果会这么好。我觉得这事儿啊，没准还真是真的。不，咱先别管那么多，咱们先把这钱去想办法筹好，就以买家的身份稳住黄树了，然后咱们再去了解这个打电话的人到底是谁。可是我们上哪筹那么多钱啊？钱的事我来想办法，你把你婆婆照顾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我的同学给我回信了，怎么说啊？这个黄书朗还真是一点前科都没有，至少在美国纸面上的案底是没有的。在美国，只要你请得起足够强大的律师，想要脱罪是很容易的。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没办法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就算我卖房，我也要把正道馆买下来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所以我是想说，我懂了，你放心啦，我肯定尽快的搬出去。我真的是没有别的办法了，要不然我……你千万不要生气。生气？我叶晚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你放心，我肯定无条件的配合你，而且呢，我还会继续帮你。我有个同学的老公啊，开了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，我给你搭个线吧，让你尽快的把它处理出去，怎么样？哎呦，你看你啊，你越这样，我心里越难受。哎，要不要让他先帮你找个房子呀？哼，我用得着他吗？北京城还能没我住的地方？没有关系的，老公，你说我要不要？摆个什么麻辣烫啊，什么羊肉串啊，然后帮帮小贤呢？你摆什么麻辣烫、羊肉串啊？你现在肚子里怀的是我的龙种，你这每天闻着油烟味儿，这对孩子多不好啊！可是我现在什么都干不了，以前我是个模特，你说现在怀孕了，又不能走台，又不能化妆的，我不能眼睁睁的只看着小贤为了挣到块忙前忙后卖房子卖地呀！你现在唯一的职业，你就是一个妈妈，你要顺利。哎，别停！哎。你要顺顺利利帮我把孩子生下来，对不对？这是你唯一要做的事，其他事你都不要考虑，那都是我要考虑的事。再说我这个不是也在努力吗？嗯，不是你这一说啊，我倒觉得真有一个人还挺适合的。谁？要不找万川帮帮忙？不合适吧？那有什么不合适的？那是我妈干儿子，对不对？你再说了，救急嘛，那钱我又不是不还他。他跟小贤，那老公你太贼了，小心眼儿特别多。我小心眼贼啊？那主要我跟睡的人天天睡一块儿，影响了我。什么睡的人？什么睡的人？睡在一起的人呢？哎呀，不要瞎闹，注意我孩子。
我跟你说，你现在你是一个妈妈，你不要动不动就啊唧啊唧，你以为你还是舞者呢？啊，告诉你，胎教很重要。生下来，我希望她是一个是。哎呀，你唠叨死了！我最近一直都走的是淑女风，特别淑女，都快变植物人了。淑女风，我一点没看出来。照您目前提供的这些情况来看，是可以尽快帮您出手的。尽快是多快？您希望多快？我希望越快越好。嗯，好。楚先生，那我先告辞了。拜托你了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尽力。谢谢，谢谢。赶场呢你？喝什么？哎，开门见山一点行吗？你请我来这儿肯定不是来喝咖啡的，什么事儿？要不说还是你了解我。我想问一下啊，就是我在拳馆的那些股份，如果套现出来值多少钱？你干什么呀？用钱啊。盯着我干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不用钱还有什么为什么？我要用钱啊。为任小贤，楚冠毅，你为了谁我不管啊，但你不能拿自己的饭碗来开玩笑。你不为你自己以后打算打算？你没考虑过这些事儿吗？我还不知道，迫不得已，我不会给你开这个口。对，我就是为了任小贤。小贤现在遇到一个坎儿，他需要大量的钱，去黄叔老那儿把正道馆给买回来。那是人家的家务事好吗？对啊，你是去友情客串，你是去扮演黄乐宗。你现在假戏真做了，入戏太深了，谁也帮不了你，这就不是钱能解决的事儿。我知道我是友情客串，友情客串也当个好演员嘛，是吧？人生如戏，但人生不是戏。你把这事儿想好了再跟我聊。现在不适合聊这事儿。喂，小丁。是这样啊，那个，有点事儿想求你帮忙。哦，就我妹啊，她现在遇到点难事儿，急需用点钱，但你知道我妹这个人吧，她不好跟人开口，是吧？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能不能，你妹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，放心吧。真的？哎呦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感谢你了，谢谢谢谢谢谢啊！拜拜。我跟你说。说睡着就睡着。哎呀，你干嘛呀你？你好好睡着，脖子一会儿睡着落枕了，快快，你在上面睡，来来来，来。好。你想吃点什么吗？啊？肉。老鬼啊，真想一直跟你这么做下去啊。放心，我们的好日子以后还长着呢。你说医生都治不好我的病，你怎么就能治呢？哼，我是你的好医生啊。你说哪个医生有比我还了解你的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这次用的方法可是专门为你研究的，你得坚持吃药啊，咱们得坚持试下去，知道吗？我都好了。好什么好啊，我都跟随你20多年了，你什么样我还不了解啊。啊，听我的，没错，听话啊。你了解我，那你说我现在想什么呢？想好事呗。什么好事啊？我说你啊，什么都不要想，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烦心事儿先扔一边去，先把身体养好，
完了以后啊，我们俩去旅游，周游世界，完成我们的大计划。真的想好了？这能开玩笑？我把我的股份全部让给你，让你占点便宜，我也无所谓了。行，不就现金吗？我一次性把账给你结清了。那最好啊，多点少点没关系，最重要是越快越好。真不知道说你什么。不知道说什么就什么都别说呗。桂英啊，说实话啊，我还真挺佩服你。哎，你说我要是能碰上一个男人像你这样对我，说不定老娘就嫁了。你这一口一个老娘，你还能嫁得出去啊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表白啊？别在那想美事儿啊！你是我弟，想什么呢？上次我去到你的公司看了以后，我特别有感触，咱俩呢也是一拍即合。对，建立公司啊，一定要做大做强，而且一定要跨出国门走向国际啊。对，我在美国就是一个集团跨国公司啊，非常有实力的啊。那么在美国我会全方面的帮助你的，这你放心。你当然得相信我了。对呀，就咱俩，谁跟谁呀？是不是？嗯。哎呀，放心。太晚了，啊，早点休息。啊，好，我跟我妹去。啊，嗯，好，拜拜。感觉怎么样？好啊，特轻松。老鬼呀，你这手法，我竟然感觉一身轻松啊，而且手也痒痒，就想打拳了。想打拳了？是啊。想打拳是好事儿，这配合拳法能够打开经脉，对下边的治疗很有好处的。老鬼，我打谁我也不打你啊。打我也没关系啊，只要对你的病有好处。打就打呗，我不怕。那怎么着？那就换换衣服，打两拳。是，乐总。嗯，妈打两拳。好，给你们再展示一下。
行，有希望。江叔叔，您简直太神了。哎，你说会不会，你给他扎好了，他哪天认出我不是乐东了？又把我当楚冠一像当年比赛一样，咵一拳给打飞去，就是让你扎的。说什么呢？我又不是华佗转世，我现在的这套治疗方案呢，只能让他现在的病情呢不再恶化，这个人呢显得精神一点。至于说什么时候能够完全清醒，我也不太清楚啊。不过从现在看呢，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，只要他配合治疗，我觉得会有希望的。嗯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准备好了，好，你先去吧，我马上就来。嗯，行了，我去开会了。哎，嗯，你忙你的吧。哎，那我就在你这儿办公了。签字的那一刻，没错没错，没问题没问题，放心，我一个人全权负责啊，谁也管不了。三天后，老地方见。哎，好，好嘞，杨总，嗯，好。喂，我亲爱，我还正在给你打电话呢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全都办好了。啊，您机票都订好了，等我的钱到手，咱们马上就走。啊，怎么样？亲爱的，你就放心吧啊。小贤吗？三天之后，在海悦城茶楼天庸湖包间，黄叔两在那有秘密交易。你不用管我是谁，黄叔老现在急于出手正道馆，已经从2000万压到了1500万，你们赶紧想办法吧。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啊！你现在是个准妈妈，这样的激动对宝宝不好。我能不激动吗？我现在想把他撕吧了。你呀，就是把他千刀万剐喽，这一点意义都没有。这当下之急呀，想对策。嗯，
点点，你千万别着急，你毕竟还怀着孕呢，这些事情交给我们就好了啊。我怎么能不着急呀？咱们到现在钱还没凑够呢。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把咱家房子给卖了。妈，你怎么又要卖房子呀？哎呀，这不是被逼的吗？那要跟正道馆相比，那卖咱家这房子这事儿那是小事儿啊。不是妈，可是问题卖完以后，那咱住哪儿去啊？咱找一个地儿挤挤行了。那点子现在还怀着孕呢，你说这不太好吧？去我们家住，住我们家那大别墅，我们所有人都去。到时候等我把正道馆抢回来，我再给大家买一个大房子，比这个还大，那就是我们的新家。爸妈，你们真决定卖房子了？不好意思啊，在你家楼下把你给拉出来是有点唐突。我是想跟你说一件事。其实你不用说了，你要说的我已经知道了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呀？其实那天你跟芬姐还有房产中介在咖啡厅见面的时候，我刚好就在楼上。之后任小天又过来找我帮忙，其实这两天我也一直没闲着，一直在帮小贤四处的筹钱。那你把你听到的事儿都跟小贤说了？怎么会？行吧，那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也不兜圈子了。想求你帮个忙。我这儿呢有一张卡，上面的钱应该能帮小贤渡过难关。但是你知道他的性格，我要是这么给他，他是不会收的。所以我想，你以你的名义把这张卡交给他。其实我以前一直挺不服你的。你看我跟小贤从小一块长大，一块跳舞，一块经历了很多事情，经历那么多年，但最后还是败给你了。败不败的，小贤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你我心里都清楚。他有他自己要等的人，对吧？我一开始跟你想的也是一样，我也觉得他要等的是那个人。但是，随着慢慢的发现，我觉得他真的不是那个。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小贤心里面最喜欢的人就是你。别说这些没用的了，这件事拜托你，谢谢。成熟了，你看你今天，哼，长能耐了，都敢跟妈吼了。妈，我不会按照你的想法结婚，我只要小贤，别人我不要。休想！除非你不是我的儿子。不是就不是。我要知道我当您的儿子是当一个傀儡，那我宁愿重新活一遍。
我可六亲不认了。几个意思？妈，这就是我的女朋友任小仙。从此之后，咱们就各走各的路，永远不再有瓜葛。我也永远不想再看见你了。对于乐总来说，认识你就是个灾星；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丧雷星；对于自己来说，你就是个扫帚星。赶紧走着，别让我动手，听见没有？我当初嫁给乐总的时候，就没有想过要财产。他失踪了，为了这些财产，你们想尽办法让我跟他离婚。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了，我不会要你们一分钱。郑道宽，我也不会娶。在这世界上没有天使，只有爱与不爱的故事。就让我妈。您放心，以后啊，你就管着郑道馆了，交给我来管理。青出于蓝胜于蓝，野心不孝。梅超言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的，我们难辨真伪。如果梅超言认识江林，这就说明他是装的。咱家有坏人，他们想害我，然后还想把郑道馆抢走。放心吧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拉钩。我也不会让你留下半颗眼泪。在这世界上没有天使，只有爱与不爱的故事。就让我为你再勇敢下一次。你是谁家的宝贝呀？这不是乐总。咱就去见咱的孩子乐宗，是我答应你的。咱走之前呢，你在这儿啊，签一个字，签啊，签了就能进。对，那我签。哎，这样。